可能是一些业余的选手，他越想发力，动作可能越大，因为你想用力嘛。当你越大的时候，因为你的摆动很大，其实球速过来，当你拉的时候，这个球的落点，击球的点其实已经靠后了，越后越被顶住，你不可能发力了，对吧？你发力的那个动作，越想用力，其实击球点又要靠前，动作又要小，才能抽和挑。当你被逼到这个的时候，那你只能被迫的去挡、去架球。记住，越想把球打得远和高，就要击球点靠前，对吧？让自己有时间去挥、去借力。越是主动的球，越可以挡、抽、挑，对不对？你越想用力，有些人啊，我要用力，越这样，球的落点已经下去了，跟挑球一样。越被动的时候，反而我们是动作越小。因为球速已经往下了，你再一拉，那个球落点更低，你更没有机会。抖音。